还有很多故事，讲来讲去都是芝麻绿豆小事。白痴说他照片多的是，恋爱没去结果的只是照片。时间跑得很远，每天都是今天。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心情会不会更好点？时间别走太远，走了昨天还有明天。晃了不知多少年，其实忙的还是有那么点事。多少年，其实忙的还是有。